公告显示，国家小学项目用地位于斗门区白霄镇东湖北路北侧虹桥二路东侧，与博雅中学相邻，用地面积约18534平方米，总建筑规模达18965平方米。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教学及辅助用房、办公用房、休憩亭、大门等校舍工程及室外运动场、地下停车场、含人房等配套工程。该小学建设规模确定为24个教学班，按每班45人的标准，可容纳1080个学生。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前将推出借校办学的过渡性措施，即借用博雅中学部分场地提前办学，方便周边适龄学童就近入学。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软基础理阶段，有望2023年内建成。8月13号上午，记者来到景安大桥现场，看到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已竖立起两排崭新的红色隔离警示桩，桩上附有反光标识，确保在夜晚也十分醒目。过往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基本上都自觉遵守交规，没有出现随意占道混行的现象。这以前的话，骑电动车往这边过的话是，有时候经常会受到那个小车的一个干扰。现在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就是我们骑这个电动车的话，走这边上的话，就是感觉比较安全一点。斗门区景安大桥全长553米，宽15.7米，为双向的车道，左右两侧各设有一条非机动车道。由于交通高峰期车流量较大，桥面经常出现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超车行驶的现象，导致正常的双向两车道硬是被挤成了双向四车道，对桥梁结构和过往人车都构成了安全隐患。为此，交通部门专门对景安大桥行车道设置了隔离警示桩，很好的保护了那个非机动车的一个行驶，装这种的话还是挺好的。此外，记者在现场留意到另一个现象，有的摩托车在桥面的非机动车道驾驶，有的则开在机动车道内。究竟摩托车在哪条车道行驶才符合交规呢？斗门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应该走机动车道。再次提醒广大摩托车驾驶员，行经景安大桥时，应在机动车道右侧1.5米的范围内行驶，并佩戴好安全头盔。